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传说中50公尺高的溜滑梯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多人？超多人的，超多人的。你想去滑吗？太多人的了，是怎样？所以等下呢，我们也要去玩这个50公尺长的这个溜滑梯，然后顺便体验一下50公尺长的溜滑梯溜起来到底感觉是怎样，会不会很恐怖？头巾了，来了，走了，快轮到我们骑了，会怕吗？还好啊，会不会怕？好期待，好想玩，好期待，是不是？后面的，看起来怎样？排队，后面的会不会怕？后面两个会不会怕？不会，不会哦。舒航会不会怕？滑不下去，不会啊。会怕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是不是？耶！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上去滑了，来拍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们上来了，刷飞机刷飞机，那边，飞机那边，你看到？两个帅哥会不会怕？不，没什么好怕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正式的来做了。对，我要正式来做了。好，来。好，可以，那可以。很恐怖吗？好了，宝宝走了。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下去。OK， 好 go， 哇，好快啊！我屁股好烫哦。我们现在在桃园的这个慈文路这边丰和公园做这个溜滑梯，哇，屁股好烫哦，天哪！因为这是金属导管，所以整个屁股是超烫的。还蛮好玩的啦 ，OK。还蛮好玩的，不过屁股很烫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老婆他们跟思华他们。屁股很烫，不会是他跟我这样？来，我屁股超烫，好不好？屁股会不会烫？会，很烫，很烫哦。屁股超烫的。我要上去拿东西。好，屁股会不会烫？很烫，对不对？来，屁股很烫，好不好？是吧？别怕。不会哦。哦，小心。对啊。好，你们上去拿东西啊。往旁边走。好，我们挑战成功。要玩哪一个？好，我们今天来桃园慈文这个丰和公园这边。好，我们滑这个溜板车，滑这个溜滑梯。还蛮刺激的，但是就是这个，因为它里面这个滑轮是金属的，所以滑下来的话，你速度快一点的话，屁股就很烫，真的很烫，屁股超烫的，好不好玩？还蛮好玩的啦。所以过年的时候呢，就来这边带小朋友来这边玩一下，来走一走，来走村，还蛮好的选择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桃园丰和公园这个50公尺的溜滑梯体验到这边结束。还要上去拿那个东西。